现场啊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高端的品牌时装啊，然后这个牌子呢是一个酒井秋冬啊，这个牌子是在1986年呢啊创立于这个宝岛台湾啊，然后旗下呢有两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时装品牌，一个是这个秋井，还有一个是 Uson 啊，它主要呢是以这个时尚风格啊、精致布料还有这个精巧裁剪著称啊，它的年龄段这个课程的话呢啊，我也有搜啊，有搜一下。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企业家啊，企业家夫人，还有这个中高阶领导、领导夫人、贵妇，以及这个追求流行时尚之高品位、高收入的一个族群啊。那么呢，证明他这一份货啊，这个性价比还有他这个品质呢，都是非常高端的一个好货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款式啊，像这一套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羊绒大衣啊，它这个款式都是非常精致的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吊牌价啊，4980啊，非常高的一个吊牌价。这个牌子呢也是商标齐全的啊，商标齐全。像这套黑白搭配哈，也是非常偏这个休闲时尚啊。它主要风格呢是偏我们这个欧美风格啊，欧美风格。像这一件我们是拼接了一个羊皮革啊，羊皮革。它的年龄定位的话呢是在25到55之间啊，年龄段跨度稍微大一点。这个牌子的品牌历史非常长啊，大家都可以搜得到哈、啊、酒井这个公司啊。而且它在专柜的话呢，目前的专柜像这类卖价都非常高啊，像这种款式可以看到哈 啊非常精致的一个重工刺绣。这一份货的话呢是206件啊，码数是小码到一个加啊，但它版型很大，版型很大啊，像这类款型都非常的个性、啊、休闲。搭配感也非常强烈哈、啊、它主要的这个课程结构啊，就是说我们适应的一个族群，刚刚也有跟大家介绍的、啊、都是非常高端，就是说这里高收入的一个人群哈、啊、很高端的一盘好货。而且它的款式啊，可以看到啊，它款式的设计感真的是非常好，像这种一个烫钻啊，加上我们一个手工的这种刺绣啊，都非常精致啊。他在这个公司的话呢是在2002年哈，然后我们这个 Uson 就出来了。 Uson 这个牌子的话呢也是非常高端的一个休闲时尚女装品牌哈。它的款型都非常个性啊，而且一份货里面的话呢单款量非常多啊，单款量非常多。像吊牌价的话呢在1000到7000多左右啊，非常高这个吊牌价。我们这个吊牌价是一个原厂出厂的一个吊牌哈。它在专柜里面的卖价就是我们这个吊牌价哈，所以说呢它整份货非常高端。像这一件啊，可以看到这件礼服，哇，非常高端的一件礼服啊。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吊牌哈，这一件是7080这个吊牌价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非常高端，非常时尚啊，非常高贵的一件礼服啊。而且这类羊毛衫哈、啊，羊毛衫的材质也是非常好的啊。啊，它礼服啊，这类礼服都非常多哈、啊。很高贵优雅，它主要呢就是以这种华丽优雅著称的哈，这个牌子啊。像这类款式也是哈，可以看到像这一件的话呢吊牌价是4680，它专柜的卖价就是这个价格，所以说它整体的这个货呢是非常高端的一个烫金刺绣的这种款式啊。像做这类高端货的客户一定要抓紧了哈，这个货源是很少的，非常高端的货。
像这种适应族群都非常广的哈，因为现在人整体都喜欢这种物美价廉的好货哈。价格，像我们这边出货的价格呢，也非常的实惠哈，非常实惠。啊，这是款式，而且它里面这个大衣跟这个连衣裙占比都非常多哈。像这种拼接的款式啊，都很个性啊，很休闲。它的色系也是比较偏向我们这种成熟啊，这种比较知性的女性的这种色系感哈、啊，色系感。像这件拼接一个蕾丝的哈、啊，都很有这个很优雅，很知性啊。像这种黑红色系的话呢，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款式啊，上身效果是非常高贵优雅啊，这种。像该公司的话呢，是在2002年啊，成立于我们广州哈、啊，在广州成立它这个酒井服饰有限公司，然后在2002年的话呢，是推出了在2003年哈、啊，在2003年推出了我们另外一个品牌叫优审啊，优审。像这一份货里面就是这两个牌子哈、啊，一个就是这个酒井，还有一个就是优审哈。该旗下的两大高级时装品牌，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它这个这个牌子，这家公司哈，调牌价非常高，调牌价都是1000起的。像做工啊，还有它这个工艺方面啊，都不用我细说哈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非常精致啊，很精致。像它搭配起来这种哈、啊，非常的很知性、很优雅、很高贵哈、啊。像这种很奢华的这种牌子呢，又稍微显低调哈，像我们一些名媛贵妇啊，穿上这种像这类风格的货呢，是非常喜欢的哈。它里面款式非常多啊，穷款量很少啊，这一份货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一盘好货啊，真的是价格又非常的实惠啊。像这类蕾丝的这种上衣啊，搭配我们这个重工的这种这个半裙哈、啊、很优雅典雅高贵啊。像这种搭配起来的话呢，它这种搭配感都非常好啊，非常好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件啊，这件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件啊，一个款式。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吊牌价啊，哇，非常惊人，7680的一个吊牌价哈、啊，非常高。但它这个工艺的话呢，是我们有一个金丝线的这种一个刺绣的这种工艺哈、啊。像这一件的话呢，是有一个织绒的哈、啊，有一个织绒的工艺可以看到啊，都是非常精细啊，非常精细。啊，像我们搭配一个这个短款的这种外披呢，也非常高贵啊，很高贵的一种搭配。它每一件的款式，这个工艺啊都非常精细，非常精细。这是一件羽绒服啊，羽绒服，很有特点，很有个性啊，这种款式。啊，像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一个优审啊，优审的一个吊牌啊，可以看一下。而且它这个吊牌价也很高哈、啊，啊，1480的一件上衣啊。
这两个牌子都属于我们啊广州一个酒井服饰旗下的牌子哈，很高端的好货。可以看到它每一件的、啊、这种拼接以及它这个做工各方面都非常细致啊，非常细致，非常高贵的一些款式啊。做高端货的小组啊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像这件可以看到，它是有一个连帽的哈、啊，它是像这种款式都非常有个性，很有个性的、啊、这种毛衣、羊毛衫啊。像这个是一套一个牛仔外套搭配我们一件毛衣，还有这个短裤啊，这种搭配都是带点个性潮流哈。那么今天这个牌子的款式呢都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哈，我们可以跟随着镜头再回顾一下，感谢大家。